Existindo.
Thank you.
当代佛门奇宿，梦参老和尚。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。1931年，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。虽蒙雷泄之灾33载，弘法心志未曾稍歇，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寂，享受103岁。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，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、培育优秀僧才、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，在诸山长老、法师及各界大德的祝福下，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于2020年10月正式成立，有继回归佛陀本怀，透过文化出版与媒体等多元形式，将佛法传扬于社会，并借由慈善公益的参与，落实大乘佛教之利他精神。基金会立足于汉传佛教，不分语系及宗派传承，致力于南传、北传、藏传佛教之间的交流与学习，其能宣扬佛法以及推广殊实、护生等的慈悲理念，尤以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、学习佛法为主要目标。竭诚敬邀各界大德踊跃护持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，欢迎您一起来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，一同为世界燃起正法之炬，照破黑暗，传灯无尽。会务介绍：护持弘法，培育僧才，僧前安养，医疗及生活救助，宣扬佛教教义与经典印制，佛教刊物影片及电子多媒体弘法，设置传教场所，护生等之佛教弘法慈善护生相关活动。立案字号：台内名字第109-005-1120号，统一编号87515434，通讯地址：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2号，服务电话03-989-9319，随喜 www.lifetv.org.tw 斜线 adate/sustain.htm。地藏菩萨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一亿倍。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30系列暨慈悲施食法会，恭请广护法师主法，日期8月28日星期六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云林观音讲堂，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-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，电话05-633-1565 05-633-1565，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，并保持社交距离。上午8点半，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。药师如来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0倍。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启建梁皇宝忏孝亲报恩超度法会，恭请广护法师主法。日期自9月14日星期二起至9月19日星期日止，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云林观音讲堂，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-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，电话05-633-1565 05-633-1565，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，并保持社交距离。每日上午8点半，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。
佛陀时代，有位婆罗门国王名叫多卫血，平日信奉96种外道。一天，国王忽蒙善心，欲行大布施，于是依照婆罗门教的规定，将其积聚如山的奇珍异宝布施给需要帮助的人。若有人来求助，便请他自取一撮珍宝而去。奇怪的是，国王如此布施了数日，珍宝一点儿都没有减少。佛陀知道国王宿世积福，度化因缘成熟，于是变化成外道修行者前往该国。国王知道有行者远来，便出来接见，寒暄作礼后，国王问：你来此地有何请求吗？可以直说，不用客气。行者回答：我从很远的地方来，想跟国王化缘珍宝，建造屋宅。国王听了，告诉行者：没问题，你就自取一撮珍宝吧。行者取了一撮珍宝，走了七步，又将珠宝放回原处。国王疑惑地问他：诶，你为何要放回去呢？行者回答：这撮珍宝变卖后，只够我建盖房舍而已啊，日后要再娶妻就不够用了，所以不如不娶。国王一听说：这还不简单，那你就取三撮珍宝吧。于是行者取了三撮珍宝，走了七步后，还是回头将珠宝放回原处。国王又问他：诶，怪了，你为什么又不要了呢？行者回答：这三撮珍宝只够我娶妻，没有剩余的钱可以购买田地、奴婢、牛马，既然无法满足我的欲望，还不如放下。于是国王又应允他取七撮珍宝，行者走了七步，还是又退还回去。国王再度询问原因，行者回答：我娶妻后还会生儿育女啊，子女从出生到嫁娶，一切所需难可计量，所以我决定还是不要了吧。国王听了，大方地说：不要担心，我将所有的珍宝都布施给你，你就不需再为将来烦忧了。行者原本已要接受国王的供养，但想了想，还是拒绝国王的好意，准备告辞。国王疑惑地问：哎，你为何还是不接受我的供养呢？行者说：本来我是想要祈取珍宝，好令生活充裕无缺啊，但我深入思维，却发现人生苦短，万物无常，若是追逐财物，贪求五欲，忘记未来，只是徒增忧苦，一日只比一日更加烦恼而已，还不如放下这些贪欲，精进修行，勤求佛道，所以我决定再也不需要任何珍宝了。国王听了行者的话，心开意解，也愿意皈依佛教。于是佛陀恢复本貌，腾身虚空，现光明身相，为国王说了一首偈语：虽得积珍宝，从高至于天，如是满世间，不如见道基。不善相如善，爱如似不爱，以苦为乐相，狂夫为所厌。国王与大臣见到佛陀如此端严的光明瑞相，又听闻佛陀微妙的开示，法喜非常，纷纷求受五戒，当下即证须陀洹果。典故摘自《法句譬喻经》卷三。八大人觉经云：心无厌足，唯得多求，增长罪恶。菩萨不尔，常念知足，安贫守道，为慧事业。行者当了达世间无常，四大苦空，无因无我，假合之身终归变灭。若执妄以为实有，究竟不得自在。唯有少欲知足，是得自信珍宝，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自在。
护生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